这不是一两万人的俘虏的问题，两个人的俘虏啊也要争。要是我们人口多，一万人丢掉就不要紧，一个人也不能丢掉。时间要打多久？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。有过去是有斗罗门，以后是有艾斯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政坛，由他们去决定。就是说，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。